看你朝见夜见都不够，留在年望台望清楚感受。话说你左扑右扑都不够，凭胜券热情什么都占有。全日爱全日爱，离合每天接力赛，谈论爱定要爱，谁又了解怎么来？凭着爱全为爱，难道理想不变会存在？我想说的是，他们在叫你的名字，你可能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如果他们用芜湖话说话的话，我估计你就听不懂了。是吗？当然芜湖话并不好懂，不是普通话的，跟普通话差很多。是吗？比如说打个比方，我告诉你、今天不叫今天，叫 gag gan 对不对啊？明天不叫明天，叫猛个猛个猛个 gan 猛个完全听不懂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要去考外语，有些单词你完全没搞清楚什么意思一样。今天我们要在现场给黎明考一个芜湖话托福考试，怎么样？为难为难你。好，猜一猜，猜一猜。哎，我们把题板拿上来好吗？来，我们看到这个题板上呢，现在是有四个单词：车子、炸弹、靠把、锤子。哎，这个谁都懂。但其实这个是芜湖话来着，这个车子啊并不是我们开的车子的意思，炸弹、靠把、锤子都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、这个单词的意思。真正的含义呢在我的手上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有四个答案。好，搭档、茄子、烧水的壶、假货。哎，其实这四个词是这四个意思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把它给连接在一起。这个哎，我找一个，我们有当地的观众朋友吗？我找一位上来念念这是怎么念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前排，你是芜湖人吗？我是芜湖人。芜湖人哈，来告诉我这个怎么念？锤子，咋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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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呢？靠把。靠把。这个呢？锤子，茄子，茄子，这个，哎呀哎呀呀，错了吧？对啊，又错了。好，对了，好。茄子是烧水的壶。这个呢？炸弹呢？我猜是假货的。假货，炸弹为什么是假货呢？炸弹通常是假货，通常用来骗人的嘛，对不对？靠
吧，扣吧，扣吧。事先没有排过，能只给一次机会我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是黎明给出的答案，对不对啊？真聪明，怎么那么聪明呢？谢谢有观众朋友，他给了一点很小的提示，但是其他靠感觉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在这个游戏之后，我们要听到黎明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……好，送上一首《大城小事》的主题歌《两个人的烟火》吧。掌声欢迎！谢谢。怎么会不明下落？谁分开就逃脱？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，也能容纳任性的我。偶尔小小的错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，摩擦出回忆的泡沫。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负担到我？你说什么都做，你还以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是怕我两个人才是生活，两个人寂寞，倒不如一起寂寞。冰淇淋融化在一个嘴唇，怎闪躲？怎么多的路都走过，怎舍得剩下我？就让这样一场风波，摩擦出回忆的泡沫。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过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做。你最爱的是我，还以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。谢谢，谢谢。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做。你最爱的是我，还以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可我没话说。